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Stan. 방탄소년단 成员 슈가 因涉嫌 电动滑板车 酒驾被立案调查 而引起了争议. 슈가本人也上传了道歉文. 根据警方表示， 슈가于8月6号晚上 在龙山区饮酒后骑电动滑板车， 结果自己摔倒后， 附近的警察前来帮助摔倒的슈가时， 闻到了酒味， 于是将他带到附近的派出所。 经过警方的酒精测试， 슈가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 0.08%以上， 是驾照吊销的标准。 根据韩国道路交通法， 电动滑板车被归类为个人移动装置， 适用道路交通法的相关规定。 电动滑板车酒驾的处罚与普通汽车酒驾相同， 如果血液酒精浓度达到 0.08%以上， 将会被 吊销驾照。而对此，所属公司以及SUGA本人都上传了官方道歉文。SUGA表示，我以令人失望的事件来到大家面前，心情非常沉重并感到抱歉。昨晚我在晚餐聚会时喝了酒，之后骑电动滑板车回家，由于认为距离很近且没有意识到酒后骑电动滑板车也是违反行为，因此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。在家门口停放电动滑板车的过程中，我自己摔倒了，当时附近有警察进行了酒精测试，结果显示我达到了驾照吊销的标准，并被罚款。虽然 这过程中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或损害设施，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因此我向所有人深深道歉。对于因我不注意和错误行为而受伤害的所有人，我表示歉意。未来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，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，为什么一直强调没有其他涉外或破坏呢？这并不会让犯罪行为变得不那么严重啊。酒驾的人大概都是这样想的吧，只要没有人受伤就好。酒驾一旦发生就是犯罪了，你自己摔倒是幸运，喝到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了，为什么 还要骑车呢？说是因为身体不适而入伍替代役，但怎么能喝酒骑电动滑板车呢？真是无法理解。对于SUGA的酒后骑电动滑板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8月3号， 姚嘉德举行了世界巡回的首尔场。 当天所用在solo歌曲 Is This Bad B No. 舞台上， 用rap唱出 11月合约结束， 谁能阻止我。 在韩网掀起了姚嘉德会不会续约的热议。 而所属公司 Cube娱乐的宣传部门 第一时间对媒体反驳， 所有成员的合约都是明年到期， 所元今年下半年续约的说法只是歌词表演的一部分。 由于所元没有事先与公司协商的突发行为， 导致报道出现错误， 公司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， 所以特此声明。 接着也 有其他媒体报道， 根据Cube透露， 所元的11月合约结束表演没有与公司商量，也未事先向公司公开这段歌词。也就是说，一开始公司的声明是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所元突然改词唱了会引起误会的歌词。 所以根据Cube的声明，这是所元的突发行为的话，太奇怪了。因为当天在舞台上， 屏幕上也出现了11月合约结束的字幕。 所以Cube这个公司 是连演唱会的屏幕PCR资料也是由歌手自己准备吗？ 而且公司关系人都没有看自己 歌手的排练或者是彩排吗？太奇怪。对此，所元在6号亲自发文，这次的表演并没有编造谎言，也没有特意隐瞒公司。在排练的时候，我们在所有人面前展示了属实次，是大家一起完成的舞台。我们一起走过了超过10年的时光，有很多共同克服的事情，因此不会仅仅因为媒体上的报道而对公司产生负面情绪。因为话语只要稍微传达错误，意图就可能会变得不同。尽管如此，这次事件再次让我感受到公司在应对方面的不足。 为了能够共同进步，我也会继续努力。所元非常谦虚地打脸了Cube的回应。 在所属公司的谎言被揭露后， Cube娱乐急忙将责任推给个人了。 Cube娱乐发出官方声明表示， 关于部分媒体报道的有关所元的个人歌曲的舞台表演内容并不属实，我们未曾传达任何官方立场。对于个人意见被当作官方立场扩散，给关心和喜爱艺人所元和姚嘉爱的众多粉丝们带来困扰，我们表示歉意。 公司事先知晓 Is This Bad B No. 的舞台表演和歌词内容，此外提到的时间点确实是合同到期的时间，我们正在顺利的讨论续约事宜。我们衷心感谢一直以来关注和支持姚嘉爱的所有粉丝们。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，看他们试图带风向却搞砸后切尾的样子，没有姚嘉怡的话，这家公司真的会倒闭。 Cube这家后门每到续约期间就这样搞事，想要丑话题抹黑，看到反应不好就把责任推给某个员工，真是太丑陋了。这家公司一如既往的在续约时刻试图抹黑艺人，以降低他们的价值，但这次的对象是陈硕元，所以彻底失败了。他们应该最清楚陈硕元这些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却还这样对待他，真是让人无法理解。从以前支持的爱豆开始就看到这种情况，一直 都没变，真的不要这样对待艺人。这次事件又让成员们、粉丝们和大众们再次感受到公司在处理方面的不足了。所以，对于所用的歌词争议，Cube官方声明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